一直跟你讲晴天失踪啊，这哪有可能啊？过去晴天哦，不管心情偌歹，无可能家己走来吃。晴天，你紧出来好不好？自从将军这台车的新闻去被发现了，就小连山发生足奇怪的代志呢。伊个背后控制全球的，应该就是迄个老江东西。你车内无动啊？我已经处理好啊，即马就等伊，还有正方的骨架送出来。去！上面是你的车唔歹，在伊的面头前你就歹去啊！你若真正弄入去，死掉人命呢，你敢袂去？瑞安，你刚真正被围住万金玉，跟我变成玩输了。我不要跑去啊！哎妈，你别叫了！没事。妈是安怎要甲爸着我先做手脚？刚刚妈提我的话，是因为我是等家子孙，伊咧收集三个人花，是要破解恶贼封印。这间古厝到底是魏珊珊妈妈的古厝？家风会问某一个魏珊珊早的一个熟悉的熟悉，这就表示其中一定有鬼。你即马会袂着一个活人，无代人咱做同行感情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跟你无关系。你较认真诶，你别笑啦。你敢不是讲公司有代志要过去处理？现在是谁翻头，带来你见过小姐啊？我得到真正产权黄金所讲的，是不老实，还是不准你带爷爷来？朱丽英，你和我两个准准准，你就乖乖啊，该开我这个房，让你当猪头马。